没事啊，我没骂了。那要不然，我外面的门我可以解释，我先帮你把浴室的门关好。那不，哎呀，别说话呀！何小燕，你给我等着吧。 小宝陪着我照顾了你一晚上，让他多睡一会儿。你先起来。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我在卫生间洗澡，我洗澡，然后我。 哦，对了，那我这衣服也是你穿的？嗯。啊？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不该看的？你觉得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你都看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再回想？你再说一遍。 性感啊！哎，小宝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有给你过成生日。这样，我呢答应你一个生日条件作为补偿，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，我都会满足你，好不好？那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 我要你当我，你要我当你妈咪？不是，小宝，这个东西它不能乱开玩笑的。 放在了柜子里，趁热吃早饭。我带小宝先回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等我10分钟，我蹭你的车去医院上班。等我啊。
走啊，秦医生。走啊，秦医生。送你去上班。听说今天你只有一个病人，就是小宝。那我其他的病人呢？你的那些病人，黄主任替你负责。不是，小宝说他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连我都保密上。 小宝，这么神秘啊，那我就好好期待一下喽。小宝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叫榆树，这个叫石楠。我告诉你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啊，这个叫鸡爪器，喜欢阳光，走。鸡爪器。 你还知道这些？如果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，下次不要再联系我。现在是亲子互动时间，不准聊工作，没收。没事，你拿着我去就行。小心点。怎么回事？啊？ 怎么了？有点冷了，要不去车里给你拿外套，啊，在这儿等着妈妈，别乱跑。小宝呢？ 小宝呢？我不是把他交给你了吗？我回车里给他拿外套了。赶紧找啊，快！小宝，没记错，应该是在这儿。车呢？ 不用想了，肯定是温故那小子搞的鬼。我实在没想到小宝竟然把我的备用钥匙给偷走。可能我们俩要在这儿过一夜了。过一晚？嗯，好好吃啊！真有那么好吃？ 你能不能不要吐在里面？你还真是个笨蛋。我是儿童医生，我对孩子是有责任的，而且小宝他这么信任我，我去把他弄丢了，我也很愧疚。那既然是这样。 要不要考虑做小宝的妈咪呢？这只是小孩子闹着玩的，而且小宝有自己的亲生母亲。白天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
耳朵，你连着悄悄话，想要下一秒拥抱他，爱会让人心乱如麻，可别被你揭穿着看。